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愿每一次在这个时刻，都是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身心灵完全来降服在神的面前，一同在神的同在当中来敬拜，一同来祷告。我们今天要一起再次先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我们也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一起来默想，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我们请一起翻到圣经的新约约翰福音12章26节，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如果翻到了，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念，请。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再次来念一次。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或许在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一个服侍者，或者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你渴慕能够来服侍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浸泡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在任何的服侍之前，我们都先来亲近我们的神。好像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其实敬拜是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服侍也是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每一个气息，我们的每一个时刻，都来尊荣我们的神，都来渴慕我们的神。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再次一起来敬拜，来将我们的心完全的来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先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我们要来仰望你。主，不管我们生命当中在任何的境况，任何的时刻，主，今天在这个时间，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也再次宣告，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来分别出来，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自由的，你可以自由的向神来有一些的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你也可以用方言祷告，你也可以悟性灵歌，我们就是自由的，我们来单单来渴慕神。哈利路亚。Shung ka la la ba shi an da da la ba pu la la ba shi a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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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 yang ga la ba shi an ga la ba yang ga la ba shi an Pu yang ga la ba shi an ga la ba shi an ga la ba yang g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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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 la la ba shi da da la ba ke na Pu yang ga la ba shi an ga la ba yang na na la ba shi na ga la ba yang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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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 yang ga la ba shi na na la ba shi ya Pu na la ba shi na ga la ba shi na la ga la ba ke na da da Pu yang ga la ba shi Pu na la la ba shi na la la na Pu yang ga la ba shi ya Pu na la ba e ya Pu na la ba ke Na la ba yang ga la ba shi yang ga Pu yang ga la ba shi y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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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yang ga la na Pu yang ga la ba shi Pu na la ba yang ga Pu yang ga la ba yi Pu na
拉巴耶那拉拉巴克呀那拉拉，乌央啊拉巴央啊拉拉巴西，乌那拉拉巴仙啊那拉巴克呀那，乌央啊拉巴西央啊拉巴央啊拉拉耶。乌央阿拉巴央阿拉巴西央阿拉巴央阿那那那那那，乌央向神来歌唱，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乌央阿拉巴西那那那那那。乌央那拉巴耶呀那那，乌央那拉巴耶那那拉巴耶，我们欢迎你的同在，哦，我们欢迎你的同在，乌央那拉巴耶。欢迎你的同在，欢迎你的同在，咿呀那拉巴西，乌那拉巴巴央嘎啦啦啦，乌央嘎拉巴央哒哒哒哒，乌央嘎拉巴央哒哒哒哒哒。乌央那拉巴西呀那那那那那那，哦，圣灵来搅动我们的心，乌央噶那拉巴央那那那那那，来翻转我们，乌央啊拉巴西，乌央那拉巴耶那那那那。将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忧虑来交给主，来交给主，嘿那拉巴神啊，把你的一切来交给耶稣，来交给耶稣，所有的重担挂虑忧愁来交给耶稣，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感受来交给耶稣，让我们的心没有拦阻，让我们的心没有阻隔。今天主是我们要来更多更多与你来亲近的时刻，主我们就是渴慕来敬拜你，主渴慕我们的生命更多有你。哈利路亚嘎拉巴西亚，乌央那拉巴西亚那那拉巴克亚那那那那，乌央那拉巴西呀嘎拉巴呀那拉巴呀嘎拉巴耶呀那那那那，乌央那拉巴西呀嘎拉拉那，在你的心中来做一个决定，来做一个选择，选择来归向神，选择来顺服神。哈利路亚嘎拉巴巴克呀那那那，乌央嘎拉巴西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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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哦，那拉巴央啊，拉拉拉拉，圣灵来把我们所有一切会拦阻我们渴慕的都完全挪去。哈利路亚啊，拉巴西央啊，拉巴央啊，那那那那，就在今天来成全我们的渴慕，来满足我们的渴慕。我们要单单来渴慕你。哈利路亚啊，拉巴西呀。乌央那拉巴西央啊拉巴央那那那那那那，乌央那拉巴西呀，来更新我们与主的连接，来更新我们与主的连接，更新我们与主的连接，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哈利路亚啊拉巴西央啊拉巴巴央那那那那。乌央那拉拉巴西呀，哦拉拉拉巴耶呀，乌央那拉
西那那那那巴耶呀，乌那那巴西那那那巴西呀，乌那那巴耶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尊崇你，我敬拜你。咿呀那拉巴西，乌那拉拉巴呀那那那，乌耶噶拉拉巴耶那那那。全人和全心来敬拜你，哦，耶稣，哦，耶稣，呀啦巴巴耶啊，哦，主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医治者，哦，我生命的主，复活的主，哦呀啦啦巴西呀，哦那啦巴西，那啦啦巴呀，那啦巴西呀。真实来敬拜，虽然我渺小，虽然我不配，觉得我拥有的如此的不足，哪怕只是一点点，觉得微不足道，主耶稣，我愿意为你倾倒我的所有，如同玛利亚献上她的香膏，献上她的香膏。虽然我
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你，我只能将我自己完全献给你。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歌词，但好像在这歌词里面隐含着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许多的你向神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感动跟心思意念，好像许多的画面就这样子从脑海当中掠过，好像许多的感动好像就从心里面油然而生。我们回到这爱的里面，知道唯有主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所给的也都是神先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出于他。我们更深刻的用我们的心来向爱我们的主来歌唱，这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就是要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主耶稣，我们想要让你知道主我们多么的爱你。我有多么的爱你，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主，当我们想要让你知道我们有多么爱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其实你更多的爱我们。主，你更多的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永远都比我们还要更多。主，当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更多的来爱你，我们愿意更多的爱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够爱你，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但是主，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再次来承认，好像当我们的口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加的敞开，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就 更加的敞开，好像当我们在信心里面这样来敬拜来宣告的时候，主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的灵也开始来苏醒，要来带领我们的魂跟身体要全然与圣灵来更多完全的来连接，与主完全的来合一。哦，我要爱你，我要爱你耶稣，我要爱你耶稣，拉巴谢，哦，那拉巴谢，那拉拉拉，哦，耶嘎那拉巴谢，那拉拉拉拉拉拉，哦。
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我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是服侍神的人，你可能是小组长，你可能是区长，或是你可能是领袖。我领受到当你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好像会觉得你的灵里面是很干渴的，你好像很需要去服侍很多人，要给人的很多，但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像有一点点的陌生，有一点点的遥远。我领受到神这个时候要来恢复你们之间的关系，主要用他的爱大大来充满你。这个时候是你与耶稣相遇的美好时刻，这个时候你的心要被主的爱单单来充满。在以赛亚书第40:29里面讲到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在祷告当中，我看到一个画面，好像是一个遍体鳞伤的人，我看到耶稣把他从一个灰尘当中把他拉出来，把他的身体清理干净之后，把他每一个伤口都包扎好。我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因为服事当中，或是你因为主的关系被人家重伤，可能被话语重伤，或是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这个时候神要来安慰你，这个时候神要来帮助你，神要来医治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知道主啊，你是爱。主耶稣，你必要来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单单靠自己，主啊，乃是我们要先被你的爱来充满，主啊，以至于你的爱满溢出来，主啊，我们能够用这样的爱来去服事别人。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的心是单单对焦于你。我们的眼目是单单定焦于耶稣的。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也真的求你来医治那些心里受伤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真的求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就求主的爱
更多更多，好像倾倒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你觉得缺乏，你觉得不被了解不被倾听的地方，可能遭受过一些的误解，被一些的话语重伤甚至控告，耶稣知道，耶稣也为你来受过这样的鞭伤，耶稣也为你来受过这样的辱骂，耶稣也为你受过这样的误解。这个时候是让耶稣来倾听你的时刻，不管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来向耶稣来诉说，耶稣要倾听你，而且耶稣要回应你，告诉你说，孩子，你辛苦了，你委屈了，我了解你，我都知道。就在这安静的当中，让主的同在围绕在你的身旁，来向主来诉说你一切的遭遇，一切的不容易，来交给耶稣。向主来说，向主来诉说。主都知道，在你开口以前主都知道，主都看见，但好像当你能够开口说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得着一个释放，被释放，被医治，被修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的钉痕手来触摸，主耶稣温暖的拥抱来围绕，像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你在服事当中因着一些的伤害，也造成在你的里面有一些的内在的誓言，好像变成你在服事当中好像有一些地方就卡住了，因为这个内在誓言好像反而是拦阻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这个内在誓言也拦阻了你跟人的关系，这好像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一个停损点，以至于你只能够给到一个程度，你没办法完全的来相信，没办法完全的来信任神，或没办法完全的信任人，甚至有一些是来自权柄的伤害，你也没有办法来完全的信任权柄，好像你只能够在一个知识的里面去顺服，因为有人跟你说顺服就蒙福，但是你知道你顺服的非常的辛苦，你顺服的非常的委屈，今天把这些的感受来交给耶稣，交给耶稣，让主耶稣来掌权，好吧，我们就开口来祷告。主，我愿意把我这一切的遭遇，这一切的在我里面所受的这些伤害所造成的这些，
我跟神跟人之间关系的拦阻的这些的内在的誓言，主啊，我要完全交给你。主，好像在我里面，我告诉我自己说，主啊，我只能够相信到这个程度，我只能够信任到这个程度。主，我只能够给到这边就好，我不能够再给出去，不能够再给下去。主，我要保留我自己，免得我受到更多的伤害。主啊，在我的里面，我对于顺服就蒙福，好像对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控告，好像我不这么做，我就不是顺服，我就不会蒙福。哦，主啊，主啊，这一些的，好像成为我生命当中无形的枷锁。主啊，我有这样的感受，我要向你来承认，我要来交托给你。主，这一些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感受，在我的里面是真实的。哦，主啊，我不能够去逃避，不能够去隐藏。哦，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把这一些来交给你。哦，主啊，我要向你来承认我自己。主，愿我的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隐藏跟虚假。主，让我不要在虚假当中来服侍。哦，主啊，让我的服侍不是只是为了要维持一个聚会，不是只是为了要维持一个服侍。哦，主啊，主啊，让我的服侍每一次都是更新的。主啊，让我的服侍每一次，哦，主啊，都是更多更多的来经历你的。哦，主啊，这才是你要给我的。哦，主啊，不是你给的，主啊，主啊，不属乎你的，求你从我生命当中来挪去。哦，主啊，是你教导要我学习的功课。主，让我是顺服在主的里面，让我顺服在你的里面，以至于我知道如何来应对，如何来面对我所遭遇的处境。哦，主啊，你来保守，你来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哦，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因为知道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主，我们真的是有软弱，真的有疲乏。但是当我们交给你的时候，哦，主啊，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里面来重新得力。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哦，主，我们所有的感受，哦，主，所有的遭遇，主，被你来倾听。主，我们也向你来诉说。主啊，主啊，在这倾听当中就带下你的医治，带下你的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继续的来开口来祷告，如果你会方言祷告，你也在灵里面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嘎拉巴西扬，嘎拉巴扬，克拉拉巴西扬，嘎拉巴扬，哒哒哒哒。乌央嘎拉巴西，嘎拉央嘎拉巴扬，库拉拉巴扬，哒哒哒巴克扬，哒哒巴扬，哒哒哒哒哒。乌央嘎拉巴西，嘎拉里央嘎拉巴巴，库拉拉巴西，央嘎拉巴央，哒哒巴央，哒哒哒哒。乌央嘎拉巴西，嘎拉里央嘎拉巴巴，库拉拉巴央，嘎拉巴西，央嘎拉里央嘎拉巴央，哒哒哒哒哒。乌央嘎拉巴西，嘎拉里央嘎拉巴，库拉拉巴央，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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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央嘎拉巴西，嘎拉巴央，库拉巴库拉拉巴央，哒哒哒哒哒哒哒。乌央嘎拉巴西，央嘎拉巴西，央嘎拉巴央，哒哒哒巴央，哒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西扬嘎拉巴扬，哒哒哒巴库拉拉巴扬，哒哒哒哒。哈利路亚，主，你为我们挪去一切不属于你的恶，不是你要我们负的恶，主，你为我们来砍断，为我们来挪去。主，让我们今天开始能够与主同负一轭。主，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你的担子是容易的。主，让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主啊，能够享受与主的连结，享受与主的关系。让我们的服事是享受而不是忍受。哈利路亚，主啊，是在关系里面的服事，是在关系里面，是享受在与神的关系，享受在与人的关系。主，因为你是创造关系的主，主，在每一个服事当中，我们不是透过服事来证明我们自己，也不是用服事来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我们必须要服事我们才能够跟神来更亲近。主，而是我们先来亲近你，而是我们先来敬拜你，我们先来爱你，以至于在这爱的关系的当中，我们来服事也结出爱的果子。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像就在这个爱的关系的当中，就好像你时时刻刻你想要跟你爱的人在一起，不管你爱的人去到哪里，你就渴慕跟他同去，你就渴慕跟他同在。今天好像我们与主也恢复到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样，恢复到那起初的爱心，恢复到那起初的热情，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要跟随他，
我们要跟着他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跟着耶稣去到他所在的地方，他要我们服侍的领域，他要呼召我们的领域，让我们看见那样的需要，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因为我们爱耶稣，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愿意更多更多的爱耶稣，也在我们服侍的当中更多更多的来表达我们对耶稣的爱，也更多的被耶稣的爱所触摸。好吧，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也渴慕来服侍神，但是你不知道你要服侍哪一个领域，相信神要给你一些的带领。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你渴慕服侍，但是你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不够，觉得你自己不足，今天神要让你有一个开始，神要来带领你，他要让你看见到在环境当中有他的印证，在他的话语当中来印证他所给你的带领。好不好，我们就向主来祷告，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来交给耶稣。当我们愿意来爱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同去，去到他所服侍的地方。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巴贝呀，嘎拉巴西呀，哒哒哒哒哒哒。哈利路亚，主，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要来服侍你，主，我们要来爱你。主，你向我们来显明，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显明。哦，主啊，主啊，你在哪里？主，服侍你的人也要在那里。我们当中有的人，你开始领受到一些的画面，领受到一些的意念，就向主来祷告。哈利路亚，不要惧怕，在神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你在服侍当中你也不用惧怕，因为在你的服侍当中，神的爱要充满在那里，神的爱要先来充满你，以至于让你有力量可以来服侍。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巴克呀，嘎拉巴呀，嘎拉拉，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克呀，嘎拉巴呀，嘎拉巴西乌啦啦啦巴呀，嘎拉拉拉，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克呀，嘎拉巴呀，嘎拉拉拉，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拉。让我们刚强壮胆来起来，起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去到的地方，跟随耶稣的脚踪，跟随耶稣呼召我们去的地方。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库拉拉巴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哒哒哒哒，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库拉，嘎拉巴呀，嘎拉巴库拉巴呀，哒哒哒哒，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呀，嘎拉巴库拉拉巴呀，哒拉巴呀，哒哒哒哒哒，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哒哒哒哒巴库拉拉巴呀，哒哒哒哒，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哒哒。如果这是神让你看到的需要，就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你不用担心你不够，你觉得自己不够的，你就向主来求，向主来求，神会给你恩典来服侍，神会给你力量来服侍，神会加添恩赐，圣灵要来恩膏你，圣灵要来膏抹你，让你有权柄，让你有能力。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呀，嘎拉拉巴克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拉巴呀，嘎拉拉拉拉拉拉，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拉拉巴克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拉拉拉，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拉拉，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拉拉。我们当中有一些，你可能在一些的服事当中，你还在犹豫是否要继续来委身，神要呼召你，神要鼓励你。继续的尾声，好像你继续尾声的时候，神要继续带领你进入到他的新的应许之地。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库拉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巴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好像一些服事的果子，是你需要继续尾声一段时间，你要尾声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到那果子结出来，才能够看到一些的果效。所以好像可能你在你的服事当中，你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枉然劳力，是不是白费时间的，神要告诉你说，你的时间不会白费，你不会白白的来遭遇这一切，神要来带领你，神要让你看见到新的可能性，神要为你赐下一些的突破跟翻转。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拉巴呀，嘎拉拉，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乌呀，嘎拉巴西呀，嘎拉巴呀，嘎拉拉。有一些人在你的服事当中特别的孤单，神要为你来兴起同工，神要为你来兴起同工来帮助你。
神要为你来兴起同工来陪伴你走这一段的路程。哈利路亚，主啊，你会为我们当中有一些愿意继续来委身来投入服事的弟兄姐妹，也在服事当中特别忠心的弟兄姐妹，但是特别感到孤单的，哦，主啊，主啊，你来为他们来兴起领袖，为他们来兴起同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西洋嘎拉巴洋哒哒哒，主啊，你也让他们在每次的服事当中深深的来经历到感受到你与他们同在。主，让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面是不孤单的，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嘎拉巴西洋嘎拉巴洋嘎拉巴库拉拉巴洋拉拉巴洋拉拉拉，哈利路亚，西洋嘎拉巴洋拉拉巴洋拉拉拉拉，哈利路亚。主啊，在门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好像在服事当中特别觉得好像可能在牧养上面可能觉得好像需要再次的被遮盖。哦，主啊，主啊，求你来恢复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属灵遮盖的关系，让我们每一个服事都是被遮盖的，每一个服事抓抓都是能够抓抓能够感能够在这个关系的当中，能够在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关系当中被遮盖，而且宣告有新的属灵的恩膏的传承，抓有恩膏的传承。哈利路亚，西洋嘎拉巴巴库拉拉巴扬达拉巴扬达拉巴扬达达达达，乌央嘎拉巴西央嘎拉巴扬达达达，乌央嘎拉巴西央嘎拉巴扬达达达，我抓在门当。当中主啊，你来兴起新的服事的见证，服事的见证一个一个新的服事的见证，让我们不再说以前的见证，让我们开始诉说每一天都有新的见证，每一次的服事都有新的经历新的见证可以来分享。哈利路亚，嘎拉巴西洋嘎拉巴巴克亚那拉巴亚那拉巴亚那拉拉拉，乌央嘎拉巴西洋那拉拉巴库那拉巴亚那拉拉拉拉拉，乌央嘎拉巴西洋嘎拉巴亚那拉拉。我抓服侍你的人，你也要来尊重他，你要来尊荣他。我抓在门当中有一些的服侍，我抓是在暗处的服侍，是不被看见的。我抓是在隐秘处当中的服侍，主，但是你要来加添在永恒里面的尊荣。我抓你要让他们，我抓特别的，我抓能够再次的能够被看见，被神来尊荣。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嘎拉巴亚拉拉拉，神要来尊荣你的服侍，神要来尊荣你的服侍，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嘎拉巴西，嘎拉巴亚拉拉巴亚拉拉拉。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的服侍，不要觉得好像你的服侍是微小的，神他要悦纳你，神他要来赐给你奖赏。神他要来纪念你所做的一切。哈利路亚，西洋嘎拉巴扬达拉巴库拉巴扬达达达达，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不轻看我们的服事，不轻忽我们的服事，不轻忽我们的职分。主，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机会，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你的拣选，是你的呼召。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服事当中，哦，主啊，主啊，能够与你来同行。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西卡拉巴扬达达达达达，乌央嘎拉巴西央嘎拉巴扬达达达，乌央嘎拉巴西央达达达达，哈利路亚。在祷告当中，我领受到一个图像，是有一个人，他穿着不合脚的鞋子，那个鞋子很小，以至于他走的每一步，他的脚都很痛，都很不舒服。我看到耶稣拿一双他的尺码鞋子帮他换上。我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在服事的时候，你会很羡慕别人，而且你会模仿别人，好像就是照着别人的方式去服事。但是我这个时候领受到，好像神要对你说，孩子，我要亲自来教导你服事的步伐，我要亲自来教导你每一件事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你去学习别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里面讲到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就是说我们赞美你，就是说我们真的知道，就是说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服事的步伐，主啊，你要亲自来教导我们，亲自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上面，主啊，你要来与我们同工，因为当圣灵与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最好的服事，我们在服事上也能够最轻省。就是说我们单单要来依靠你，就是说因为依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就是说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祝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特别的计划，也有特别的心意，
主，愿你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最美好的命定，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个季节我们都愿意跟随你的脚踪而行。主，让我们在每一个服事当中我们都要看见你。主，你来教导我们。主，真的让我们不用去羡慕任何的人，让我们单单是要来渴慕你，也单单来效法主的样式，让我们的服事是从里而外的，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愿意来献上给你。好不好？我们也特别的，有一个感动，我们也特别来为教会来祷告。教会面对到在这幕后的世代有许多的需要，教会也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当教会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也需要许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起来回应。我们就为教会来祷告，在教会当中许多的事工，许多的需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都能够为主来兴起发光。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当一根一根的蜡烛点起的时候，好像就有了那样的一个光亮。但是当所有的蜡烛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好像只有那一个地方特别的亮。但是当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如果是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放上了那一根点亮的蜡烛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光亮起来。愿教会能够更多的被建立起来，愿教会的事工也能够来回应神的心意。好像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你就是那一根蜡烛，神已经把你预备在那个位置，但是今天让神来点亮你。可能你已经被点，可能你已经点亮，但是你还没有到那一个神要摆放你的位置。好吧，我们就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也同样为自己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神所预备好的那个位置，摆放到那一个正确的位置，来为主来兴起发光。我们就来祷告。主，谢谢你，主啊，你是点亮我们生命的主，主让我们生命的光亮，主 让教会，哦主啊，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来光亮而已，而是更多的地方，哦主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所恩高，都是你所差派的，哦主啊，我们要带着，我们要预备好那个如同童女预备的灯油一样，我们的灯里面随时有油，而且我们随时愿意被点亮，而且被放到你要来摆放我们的位置，主爱抓以至于我专门在每一个事工当中，我们都要看见到都有弟兄姐妹来起，都起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专你来祝福教会的事工，让每一个事工主啊都按着神的心意有美好的发展。我主啊是兴盛的，我主啊是能够在这世代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的。我专你来祝福教会的每一个事工团，祝福教会的每一个服事，我主啊都来尊你的名为圣，而且都能够来让人来看见到神的荣耀。哦主啊，也能够，哦主啊，使万民能够来做主的门徒，让福音遍传全地。谢谢主，哦主啊，求你来祝福教会，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当中，在神你的复兴的领导的当中，我们都在其中有份。谢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谢谢你，主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我们也愿意去到你要我们你所在的地方，还有你要我们去到的地方。主，谢谢你也在服侍当中你加添恩典力量，也使我们更加的喜乐。今天你来更新我们，主你也把尊荣加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主愿你继续来成就，继续来带领我们的每一个祷告，来充满你美好的祝福。
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我们众人同在。